Hello，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。我是人见人爱猫狗见了就想来我家的 Lisa 猫。大家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柔柔好，双马尾好，大猩猩好，王大锤好，谢谢大猩猩。奇妙不扬好，泰德好，勇勇好，净空好，米兰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直播间。西猫西猫，等雨好，都吃饭了吧？东东阳好，谢谢谢谢大家的投喂，谢谢黎哥，谢谢柔柔。对，今天大家都很忙。猫也很忙，吃啦。啊，我们家今天胡椒饼我还没有吃过呢，胡椒饼肯定很好吃吧。我们家今天提前过母亲节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提前。往年我都会订花，然后今年订花，那所有的人都说不一定能按时到。所以就取消了，我就跟外婆说今年就不给她送花了。对呀、啊、然后今天是非常的忙，今天是特别特别的忙啊，都是琐碎的事情，没有做什么大事，都是很琐碎的事情，非常的忙啊。然后我们小区发了一个通知，明天早上在门卫那里可以去领康乃馨，所以我准备明天去给外婆领一个免费的康乃馨，表表心意。没事啊，对，我直播就当休息吧。你好呀，你好呀，美琴姐，1800好。如果你现在还看到乐乐的话，我建议你退出再进来。对，毛毛洗澡耽误了一天又一天，每天都清理了，但是还是有这么多，每天都清理，那个地上才夸张，全部都是滚着的毛球。就是如果我晚一点打扫卫生的话，地上都是那个滚着的毛球。给你们看一下我刚刚收到的东西，刚刚才拿进来的。看看是什么。阿仔要吃啊，你要吃啊。嗯，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拿来吃吃，尝一下看看好不好吃，吃吃看这个理查花好不好吃。啊哈哈，这个是屁屁家，我也没有打开，我现在来跟你们一起打开。因为刚刚之前非常的忙，我知道有一个包裹到了，但是我没有去拆。胸针嘛，胸针就太离谱啦。对，拿出来欣赏一下啊。先拆谁好呢？你那边黑屏吗？退出去再进一下看看。对，我这边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我刚好在录屏。对，屁屁家，屁屁家，屁屁家可以每个季节做一套不同的类型。啊，这次这个画是台湾的粉丝西雨夜创作的，是他创作的。先看一下，这个是牛牛，这个是妹妹。这个是糖宝宝，是好看呀。如果是做1000个的话，它会更好看，因为1000个会上大集。这个是桃桃，这些是样板啦。这个是，耳朵好像反了。这个是 BB， 这个是圆圆，好看吧？你看都没有滤镜，它就很好看。这个是露露。茶花，
对加价吧，要求这个是妞妞，因为这个本来也不是很值钱，再加上邮费，卖十几块一个，没有人买的。这个是乐乐，小宝，小宝是不是很可爱？哎，看一下你自己啊，喂，他不看，这个是毛毛。毛毛本喵比较好看，它不容易画出来，因为那个它身上的颜色比较好。这个是飘飘飘，这个是顺顺，猜谁呀？看谁呀？因为它上面是有一层膜的，所以你现在看上去它不是很漂亮。然后我准备拆一个，把那个膜去掉，看一下。拆谁呀？你们说拆谁？三顺啊，好，猜谁？糖糖也很上相啊呢，糖糖也很好看，啊，猜小宝，那就猜小宝吧，那都猜吧，我都没有开过，第一次打开，看到吗？它是有一层膜的，所以它现在没有光亮。拆完了以后，它是亮亮的，就是像这种亮亮的。我做的是双面的，它这个是在里面的，所以非常的漂亮。来拆啊，我现在来把那个膜揭掉，就是揭掉才能看出它真实的样子。如果你们收到的时候，也是要把这个膜揭掉。咦，我开始以为是要自己手动装的，我还很郁闷。我说我跟 Coco 说怎么办？这个夹子是要自己手动装的，我以为是说发给你只有一片一片，再加一个夹子，那就麻烦啦，很难装。我没有买过这种东西哈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有，上次是谁跟我讲的，叫我做。哎，我这个眼睛，我根本就看不到这个膜在哪里，我的眼睛真的不行。我凑近一点啊，我自己看。不给你们看，哦，找到了，哇，拆完了以后很漂亮，看这是拆过的，这是没有拆的，哇，漂不漂亮？好漂亮啊！哇，我好喜欢啊，突然好喜欢，我都想拿来做成发卡，但是做发卡要做很多，2000个才可以。然后价格又很贵，卖不出钱，就这样把它撕掉，亮亮的，哇，好漂亮啊，一个就好了，PP 夹，是很漂亮啊，现在还没有卖啊，还没有卖，等我慢慢生产出来，这个是样品，就是打给我的样，啊，买整套。整套现在是一共有15个，我在考虑要做多少个，就是，比如说可能，乐仔的头像我可能会让再改一下，因为这个黑的范围太多了，乐仔的头像可能还要再改一下，改，把上面这里稍微再露一点白色出来，要不它这个黑色的就有一点多。我把乐仔的这个撕开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如果很好的话就不需要改。一仔的那个是要改的，还有可以可能不做一仔的，有可能，因为一仔那个确实不好看。我刚才看了一眼，哎，我老是看不见，我放在我面前。弟弟很像啊，这个要看什么角度去看啦，就是要从艺术的角度去看，不能从科研的角度去看。从科研的角度去看是没有一个像的，毕竟它不是照片啊，这个是它的动漫形象。哎，也是很漂亮，可以不改，很漂亮，漂亮吧？我晚上再跟它的作者去沟通一下，这个边缘也还可以，蛮光滑的，没有什么倒刺啊什么，这个就是做来看一下质量。给你们看一下阿仔的比较，你看，所以阿仔这个要可能要改一下颜色，
阿仔，这个是真的，没有辨识度，不怎么好看。对，他画的是很精心的，但是，不怎么好看，可能要把里面的颜色加上白色，或者是怎么样，要改一下才可以。对，很黑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学会了，还是美清姐比较会。那我看。这鞋就很漂亮，如果15个的话，一套就很多啦，对吧？一套就蛮贵啊。到时候看吧，我做出来，很可爱，改改，到时候让他帮改一下，看一下旁边填充的，可能可以填一些白色，透明的地方填一点白色，要不很奇怪。阿仔这个真的还蛮奇怪的。牛牛这个也很漂亮，牛牛的，拆一个牛牛的看一下。对呀，你觉得我是哪里的口音呢？我是一个混杂的口音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口音了，因为我会说比较多的话。我现在没有胶带纸，只能用手，慢慢的，都好看，都好看。都好看，全都要啊！图片和夹子之间胶的质量是吧？我试一下，好像还可以，好像还可以，这个好像还可以，因为我没有用过这个东西嘛，我也是第一次呢。我现在是用手掰一下看看，我想它也不会成很大的力，所以如果手掰没问题的话，我估计就没问题了。我也是估计啊，我不知道的，我猜一下，我猜一下这个牛牛的，还有什么要注意吗？JAC，你提的这个很好，就是要看这个质量，我不知道它的质量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，就是没有看，漂亮吧，很亮啊，它中间是会有一点可以松动的这种弹性，因为这里面是有那个弹簧的嘛，我刚才有试着。是不是很好看？是好可爱呀、啊！我准备把这个就是 PP 夹，到时候作为就是每季我们出新品的时候都会出一套 PP 夹，因为我们将来会有更多的设计啊，然后很漂亮的设计，用来做不一样形态的 PP 夹，比如说这次是猫头的，下一次它可能就是整个猫的，对吧？就是不一样的，对，它比贴纸看起来要效果好很多。当然，贴纸的用途是不一样的嘛，因为它有光泽度，然后实用性也比较强，所以比贴纸要实用很多。这些到时候考虑看怎么弄哈。贴纸可能就是作为礼品来送啦。标价，我今天考虑到一些问题，就是关于标价的问题，可能会，因为我考虑是要品牌化，就是不光是作为一个博主来做这个事情，所以说我想，可能会到时候，价钱会稍微往高里标一些，然后再给大家来领优惠券，这样子的话，对于以后的销售是有好处的。是啊，这个质感真的是很不错。就是刚才提醒我的，要看这个胶 O 不 OK。目前看是 OK 的，目前看是 OK 的。你好呀，安妮。加纸，加纸是可以的。加文件，买得到就行。有这么喜欢吗，米兰？好好看啊，我好喜欢。就是做之前我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我把它想象的没有这么好。我做的东西质量是一定要求好的，就是首先要能过到我这关，如果过不到我这关是不可能拿出来出售的。衣服已经破该了一个供应商，就是我身上现在穿着这件衣服，我已经决定不给他做了，就是打样的钱都送他了，不要了。因为他真的很敷衍，
想给你们看我的衣服，要看吗？想看一下吗？看一下我的衣服，哎，转过来在哪里？这，我的衣服，这家呢，它的布料很硬，洗过了，然后缩水，所以它已经被我拉黑名单了，就是不会让他做了，不让他做了。这个是皮奥哥，它是喷绘的，就是会很透气。虽然是这样的，但是它很透气，它不会是像一层那种硬硬的那种在上面，然后会不透气的那种。这个它很透气，好不好看？对呀，这个是皮奥哥，是落肩袖的。但是这个厂的它做的不好，就是它的面料不好，已经缩水了。花了这么多钱，然后去请他打样，结果他很敷衍。会有卖的，放心吧，很快，我争取在6.18之前吧，争取。淘宝店叫李喜猫的小店，你现在里面只有一样东西，对，你儿子很喜欢。飘哥也不是 P 的，是画的，对，是 Coco 画的。将来我们的画风会有很多种，就是每一季吧，都争取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对，因为当博主太难了，所以现在要往设计师的角度去做事情，好看吧？乐乐这个也很好看，不改了，这个也很好看。对呀，鼹鼠。不是副业，如果做得好的话，可能就是主业了，因为当博主真的很难挣钱。对呀，我是很难挣钱，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挣到钱的，就是可能我没有本事哈。我觉得我很难挣钱，所以要努力一点。衣服吗？有分号不分款，对，男女都可以。本来我喜欢的东西也是比较中性的，我不太喜欢，非常非常。怎么讲呢？就是非常，女性化或者少女化的东西。当然，我也会有这样的少女心，但是选商品的时候，我可能是还是会考虑到，作为一个商品的时候，会考虑到它男女都适合。将来如果，销量好的话，可能会分一些男款、女款，但是现在不会，现在不会，因为起订量限制了我的这种想法。比如说，你订一件 T 恤，你订1000件和订200件，它几乎是一倍的价格的差距，没有办法的。对，我们现在是做不到1000件嘛，所以说没有办法。还有雨伞，还有鼠标垫。鼠标垫今天委托那个皮质的那一家打样，下周应该可以给你们看了。对，没有问题的话。乐乐的家，我到时候去跟那个雨夜去商量一下，乐乐和如果要改的话，乐乐和那个和阿仔都是需要改一下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是白色的，就我认为说这里应该是至少它是白色的，就是像糖糖这种白色的，但是它不是。所以可能要它改一下，这可能是笔触的问题。对，西雨夜，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，只能通过邮件跟他联系。他也是粉丝，就是他是之前我是拜托他帮我画一个猫头，就是一个手描版的猫头，最后他给我把全家都画了，所以我觉得就要把他的好意。电热鼠标垫我还没有做过，就把他的好意就让大家也感受一下。我本来是打算做来送的，就是比如你买到
100块钱的东西，我就送你一个夹子。我本来是这样想的，或者是送你一个贴纸，这些我本来不想卖，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也能卖的话，可以作为加购吧，可以作为加购。设计 logo 我是有 logo 啊，但是版权这个事情，不光是 logo 这么简单的。对，我今天有在问呢、啊。首先是要申请我个人的知识产权，就是我的版权，它跟商标是不一样的东西。把版权申请下来了以后，你每一幅画都要拿去注册，就是要去注册这些形象。然后呢，它有一定的 要求，比如说一幅画2000块钱，去报一个知识产权，然后是终身有效的。公开私人资料，你们难道对我还不够了解吗？我还有什么私人的东西吗？你们已经够了解我了。对，所以待会直播完了，闲人好，直播完了，我可能会问一下，跟 Coco 去商量一下，看一下这方面，因为他是香港，不是海外户口，那如果他的作品该怎么去申请？这个我要问一下。对，如果是放在我名下，又是怎么申请？这个要值得商榷一下，因为现在设计师，我不希望是就是一直设计师是免费在。就利用粉丝来做一些设计工作，我不希望是这样的。所以说，售卖的东西就是他有份参与的售卖的东西，会给他相应的一个设计费啊，就是设计费其实蛮贵的。对，就不能因为粉丝对我的热爱，然后就利用他们来营销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所以啊。这次为什么说单价就会比去年卖明信片什么的要贵？因为那个明信片纯粹是我想给粉丝的福利，所以说是不赚钱，不算可能还倒贴钱的事情。对，那现在有这个像 T 恤这些啊，如果我们出这一系列的话，我是决定是要给他设计费的。被解救的小猫，你是说哪一只呢？坦布尔，阴阳怪气好，谢谢投喂，谢谢投喂。被解救的哪一只小猫？什么颜色的？你就告诉我什么颜色的就好了。当然，卖的贵并不会比同等质量的品牌的衣服贵。我只是说相对我自己而言，因为像 T 恤，像 T 恤，我会一定要它先预缩和磨毛，它就会不会缩水，然后柔软，然后厚度又在那里，重磅的，我要做重磅的，所以价格肯定是不会便宜，光是喷那个那么大一个图，它就会比较贵。比如说一般零售价是3倍的话，我可能只能做个1/3，我不会加很多钱上去的。那肯定嘛，如果是免费的，你让人家改图，你也不好意思呀。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只。坦布尔，你说的是哪一只呢？还是布坦尔，还是坦尔布？我刚才不记得了。长虫的小猫，那个小猫已经恢复得非常的好了，它后期恢复的都有视频。现在是回到自己家了，已经没有在我们家了。就是李老师这里其实是一个中途。对，李老师家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中途。他们变乖了，变好了，然后就该找妈就找妈，该回家就回家，对呀，就没有在李老师家里了。如果说的是九九的话呢，九九已经有新家了，已经有新家，他
在我第一次发布的时候，谢谢杨喵。第一次发布它的领养信息的时候，就已经被领养了，就是爱心领养。对，我家其实真的是猫咪中途之家来的。啊，对对对，那个就是小傻咪，它叫小傻咪，它后来已经好了。我还去年的。国庆节我带它跟狗狗一起到莫干山去玩耍，然后过了不久它就回到自己家里去了。现在生活得很幸福。放心吧，谢谢你的关心，这么久了还在关心它。对，然后九九是在新家了，已经很乖啦，它跟它妈妈好得不得了。所以有时候我看到评论里有人讲，他说你这样对猫是不对的，然后或者是说，你这样折磨猫还是怎么讲啊？意思就是说我不应该这样对一只猫，然后猫的天性就是这样的，你应该由着它去。但是事实证明我的做法是没有错的，而且它现在已经有在新家过得很好，比在我家还要乖，因为后续的。社会化教育，我也跟他妈妈，我送他去的时候，送去之前就跟他探讨了很多，教他怎么去给他做后续的社会化。现在非常好，很乖。对呀，每天除了不想剪指甲，过得很快活。他就是，对呀，其实真的是我们家就是有反面教材呀。对，九九已经被领养了，2月份的时候已经有人认养它了，只是到后来到3月才去，嘿嘿嘿嘿，这两个好好笑，看，对，只是做了做啊、到3月才把它送走的，因为那时候疫情的原因嘛，还有一个打疫苗啊、绝育啊，九九还有很多好玩的视频，包括鸽蛋都还没有到呢，所以你们还可以继续看呢。理查花，我倒是想啊，等618我买一双新的手就可以摸它了。小九九真的很嗲，所以它是英语十级啊，就很嗲，天天都哼哼哼。对对对，如果想看小九九，可以关注一下抖抖蛙，它在微博。对，还有它后续的在新家的生活，我都有视频的，到时候都会发给你们看的。啊。等这一季的流浪猫绝育彻底结束，然后会做他们的回访视频给大家看。所以说，就希望就是做这一类视频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给小小猫咪一些时间，然后再学习一些社会化的这种方法方式，然后就也许可以帮助一只原本以为不能养熟的猫变成小可爱，然后就给它找一个温暖的家。对吧？我觉得说对于猫来讲，这个意义是重大的。对于流浪猫来讲，请叫我姐姐在睡觉，请叫我姐姐在这边，它刚刚还跑来让我摸它的尾巴。请叫我姐姐今天有一点不高兴，因为那个我们家今天是吃白切鸡，然后它不怎么爱吃，所以它不高兴。别的猫吃了，它没有吃。哎呀！帅哥礼物一在这里搞事，喜欢咬充电线、耳机线，只有一个方法非常有效，100%有效，就是收，把它收起来。对呀，你能有什么办法呢？视频这个剪辑的难度真的是非常大的，所以大家要谅解一下。毕竟我一直在讲，我们的目的是把小猫咪把它教好了送出去，对不对？视频是一个副产品，视频只是一个副产品。那它只要有新家好了，你是不是很开心？然后再来看视频，你就会觉得很开心。如果说其实真的像柔柔说的，如果你没有看到它今天的样子，你再回头去看之前的视频。就是先放视频，然后再给大家了解他现在的情况。骂我的人肯定会很多很多很多。小丑猫，小傻猫吗？没有，小傻猫没有，没有。他，你可以去关注他妈妈。对，杭州彩铭徐小姐，你可以关注他妈妈。
他妈妈是个素人，所以他有空可能才会发一下，没有空的话，他也不希望把自己的生活分享出来。对，他跟豆豆不一样，豆豆就比较喜欢发，我很喜欢豆豆每天都发，我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的微博。是的，幼儿园一半小宝。如果我们是不知道他们后来的去向和后来他们的改变的话，去一看视频，肯定会有很多人骂我。一个是光是应激的事情，可能我就要有八卡车的骂，是不是啊？那个猫已经很胆小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去刺激它？它明明都在应激，你为什么还是不放过它？类似这种声音会有很多很多。但是现在，像我们现在这种方式，就是直播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他现在的样子，然后动态里面也可以看到他现在的样子，再回头去看视频，大家都会宽容很多，甚至还有很多人会帮我去解释，跟新的粉丝或者是新的观众去解释，说其实他的教育方法是对的，现在猫变得很乖，都被领养掉了。其实他反正都是会应激的，就是让他早一点放下这种防备，对于他来讲，这种应激的时间就会短很多。他总是要应激的，就是要面对这个事情的。早一点面对好过他晚一点面对，因为他早一点去面对，他可以解除这种危机感，在接下来的生活他就可以很放心的生活啦。你久久还不是很明显。最明显的就是小噜噜，我曾经一度要把它放走的。对呀，我觉得他是教不好的孩子了，因为我也没有经验嘛，我也是 第一次尝试来认真的做社会化。那后来噜噜这个事情是非常坚定了我的决心。我那时候直播都有2次，我都说了不行就把它放掉了，它真的超凶的，每天要咬我，要打我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所以说，你说让他自己去适应环境这句话是对的，他是可以适应环境的，但是你要让他适应人宠生活，那就必须要做社会化的训练。对，九九的妈妈非常有耐心。对呀，托尼老师，难道是我吗？你以为是我吗？露露完全变了一个猫，现在那么乖。那看一下反面教材，反面教材来了，干啥？有什么事？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？说出来，让我们开心一下。再啰嗦。你昨天发的朋友圈我都看到啦。又骂狗，又骂狗。露露是从我跟他玩玩具开始的。在玩玩具之前，他都没有改变了。所以说，玩玩具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如果我们通过先用吃的跟他产生联系，就让他觉得说我是给他吃饭的人我是一个能提供他食物的人，他就首先对我放下了一半的防备。可是，如果光是通过食物来产生联系的话，那我们就是一个打饭阿姨，就是一种供需的关系。可是玩玩具呢，就是一个情感的关系。玩玩具跟他一起玩，然后他通过玩玩具，他会认可你，他觉得说这个人跟他在一起会很有趣，他就会从情感上面来认同你。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。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我跟露露就是通过玩玩具，然后关系迅速的改善。对呀，玩玩具就相当于谈恋爱，就是他跟你玩的越好，然后你们之间的感情就越深厚。像追女生一样的套路，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我刚就想说。不爱吃、不爱玩的猫，你拿它是没有办法的，就像 BB 一样，BB 没有办法，它既不爱吃又不爱玩。我用手喂它是绝对不吃的，就瞪着我，然后给玩具给它绝对不玩的，也瞪着我。像这种呢，是很难把它教育好的。
是的，是的，就有了感情之后，他才会让你摸啊，他觉得你是一个有趣的人，有趣的灵魂，他才会想要你抱抱啊，是不是啊？不是说要吃饭才来找你，除了吃饭以外的时间，他根本不想跟你互动。对，BB 只喜欢发朋友圈，没有啊，还在家里有一个领养人，一直都有领养人在咨询，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，所以说现在放不放他？也比较犹豫，但是我本来是打算说露露，送走的时候顺便就放 BB，就露露因为疫情现在走不了嘛，露妈每天都很盼望她去，但是没有办法，现在疫情的原因还是走不了，可能要先把 BB 放了。对，他是又不跟猫玩，又不跟人玩。他自从出来了以后，既不跟猫玩，也不跟人玩，他也不认识我是打饭阿姨了，因为他跟我没有食物的链接。对，不可能的，我照顾不了的。我其实不喜欢听这样的话，因为如果每只猫我都砸手里的话，我真的没有这种精力再去救更多的猫。我觉得说，既然它不适合室内养，那就不要养。因为将来我要搬家，我可能要到国外去，我怎么带他走呢？是不是啊？到国外去，他到时候需要检查身体、打疫苗，我怎么给他打呢？没有办法的。我已经有一个小熊和一个小茶花了，我不能再给自己这样的压力，我也要为自己活着呀，我还有家人，我也要为家人活着呀，不可能说真的把我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这个上面。我希望我是一个中途家庭，我不希望我是一个接手，就是所有的猫都要在我家了。从我救助的那一分钟开始，我就必须要养它，那我真的不会去做救助，我没有这个能力的。你说的那个是建国吗？我不知道是哪一只。哦，你是说茶花吗？刚刚在呀，刚刚不是一直叫，就是它。花花来，那样我就不做救助啦，又出钱又出力，还要搭上自己的一生，我真的不做啦。我觉得说我还没有伟大到这种程度，我真的没有这么伟大的。那就是他，花花，有人问你怎么样啦？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最近过得怎么样？对我一次次的解释，然后，如果总是同一个人讲这个话，我就会反感了。花花会被我带走啊？就是他，就是他。花花已经是我家的猫啦，就是因为它已经是我家的猫了，我不可能养三只这样的猫，就是有一只我已经够的啦。我说给你听，你不知道我要给它打弄一次驱虫药和给它打疫苗有多么的难。啊，雷猴啊！露露啊，露要吃什么啊？露啊，露想吃什么？李老师给一个好吃的啊，给我啊，给个好吃的给我啊，露，阿仔走开，给个好吃的给我啊，露啊，来了。来呀，那，也有可能可以教育好，只是有可能啊，我不敢确定，他不管好不好，我认命了，没有办法了，对，已经把他领进来了。那握手，先握手，握手才吃，握手，握手了再吃啊。要是它能跟露露一样就好了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个奢望，也难说啊，也难说。
我不知道哎，要亲自教我才知道的，就是不是亲自教我也不知道的，不吃啦，他不爱吃，阿仔吃了，阿仔吃，嗯，OK，OK，阿仔吃，阿仔吃那里，对，吃了。三号楼也是要看他爸爸是做过，已经做过猫德教育了，是不是？其实喵德学院他也很辛苦，你看他老是去救那么多的猫，要是有一个中途家庭，就是像我这样的，中途家庭来帮助他做社会化的话，那可能会他们轻松很多。可是他们又要救，又要自己做社会化。这个是真的是很累的，对呀，都不容易，就是都不容易。给露露吃那个软骨素，等一下。我很希望就是国内有爱心的人们能够把这个，等一下啊。能够把这个救助、还有中途、还有领养这三件事情，把它很仔细的分开来讲，或者是说有这种观念，我觉得我们救助，或者是说大家的爱心，就会有更多发挥的余地。比如说有一些爱心的人，他觉得说，我没有这么多钱，怎么办呢？那如果每个环节他都会分得很清楚，比如说我有钱，可是我没有精力。我可以帮助到有时间没有钱的人，然后还有就是我有时间，我又会做社会化，那我就当中途家庭，就是我有很多海外的粉丝都是中途家庭，就是帮助一个流浪猫去适应家庭，然后再把它由负责领养的小组给它领养出去，这样的话大家都没有这么累，然后都比较有成就感。就如果你来负责一个猫从头到尾，就像刚才我说的那样，我就会对这件事很失望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，然后，又做不好，对吧？你会有挫败感，然后你会坚持不下去。如果所有我救的猫都要我养，那我宁可不要做。我刚才不是讲了这句话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，我很希望能把这种观念，就是把它扩散开来，有能力的人就做自己能力范围的事，这样大家做救助都没有这么累，然后又会有很多小动物，因为我们这样的正确的观念和环节，科学的环节去安排，他们会得到更多的领养。露露是喜欢吃这个的，她要来偷，她在旁边看了已经，吃了没有？谢谢，我做的还不够好 只是还在学习当中，希望以后做得更好。糖宝宝已经吃过了，在楼上的时候就吃过了。是呀，嗲金猫说的最对，对的，我们小柔柔真的是我的知己啊，她非常的了解，所以做这些视频其实就希望传达我的观念，然后让更多小猫咪获得领养。对，他是偷药吃的，他就是刚才听到那个药盒的声音，他就想去偷了，来了，知道有好吃的东西。阿撸啊，你吃不吃？阿撸吃不吃？冻干，干干要不要吃？黑猫吗？我还称不上偶像吧，就是，称不上偶像。对，我这种只能叫，只能叫什么？我都不知道我该叫什么。我这种人该怎么称呼？一个博主吧，这地方，我在找他的那个动态。露露要不要吃露露啊？露露最喜欢的干干，都来啦。都是学过英语的，毛毛，对呀，
毛毛，阿仔起来，不许动，阿仔不许动啊！那喂鸡，去啦！阿仔不许动啊！那奖励一颗给阿仔，喂鸡啦！好了，喂鸡，阿仔不许去啊！宝宝吃呀，宝宝，那宝宝。乐乐嘞，乐乐要用手喂的，它很嗲的。阿仔不许去抢猫了啊，听到了没有？露露还不来是吧？露露，纸袋啊，不能乱动。露露，熊熊嘞，熊熊。毛毛吃完了吗？那去啊去啊，毛毛去那里吃啊。那阿仔嘞，乐乐嘞，乐乐，弟弟，妞妞怎么不下来？妞妞还在楼上。看，这个月亮仙子，来，妈妈给。那李长花很爱吃冻干的，露露来了，阿露要吃几个？露露，握手，先握个手。对了，哎呀，挠到我啦！对啦，拿下吧，不能抢猫的啊。握手，对啦，乖啦，阿仔，哪了呢？握手，握手，对啦，乖啦，乖不乖？露露乖不乖？对呀，露露就是今天发视频的那一只啊，绝育的时候把医院砸个稀巴烂的那一只就是它，坐好，露露握手握手，先握手先握手握手，对了不对，这是挠我了，握手，对啦，乖了，露露棒不棒？学霸，握手握手。对，先握手，握手，握了没有？一在，走开，哪的了？露露真的超级乖的，是啊，原来你看那么凶，后面的视频你还要看到它真的很凶。哎呀，这是手能吃吗？傻傻的。一定有的，放心啊！所有的人都在等李长花。握手，先握手再吃。握手，先握手。对了，乖了。阿露真的是很值得，花时间在他身上是很值得的。握手，握手，好傻的，等九九，九九的视频还有很多啊，一定不要错过。指甲，你那个指甲。现在是还没有想给他剪指甲，就是等他走之前，要送他走之前再来给他剪指甲。等一下，我摸一下，李老师摸一下。太好笑了。
理查花，你看一下我给它吃，它会怎么样啊？我真的惹不起它的。反面教材，给你们看一下反面教材。我是不会让它挠到我的啊，但是不敢保证。阿毛来了，那毛毛，那它是一定会袭击我的。你走开，小乐，坐好，C。握手。乐乐怎么不握呢？乐乐，乐乐握手。你看，又是狗狗先握了。等一下，先让乐乐握一下。乐乐握，乐乐握手。对了，乐乐握了。那阿仔握。对了，好久没有表演这个了。看谁先握啊？握手，握手。乐乐握了没有？啊，乐乐握了，阿仔握了没有？阿仔握了。好了，你把手先放下去，先放下去，妈妈叫握才握啊。乐乐没有，妈妈还没有叫。乐乐握手。这个猫已经懵掉了，生气啦，乐乐。乐乐我，乐乐我，乐乐我，来来，握手，对对那还不抑郁，那还不抑郁啊？本来该吃的都被抢去了。我来动一下鼠标，顺便喝点水。乐乐没有啊，乐乐还是个小可爱。乐乐比我们家的小猫大1岁多一点点。哎，你刚才不是吃过了吗？呦，这小猫。那，露露又来了。露露那个视频为什么脸那么脏，身上那么脏？因为那时候她戴着头套，她没有办法清理自己，所以她就比较脏。后来他松了头套以后，他就可以清理自己了，就变干净了。毛毛不吃这么多了，待会拉肚肚。给露露吃，给露露吃一个，露露。对呀，你毛连碎碎都要舔干净，那妈妈。吃不吃？哪的？鹿宝，鹿宝还没有吃呢，我拿一点给鹿宝。要啊，对，养毛毛要有一个冻干场才够。露露掉去哪里？阿仔，阿仔，坐。露露把他的那个冻干拿出来吃了，阿仔想去偷吃人家的。哪个呢？好了，没有啦，毛毛最后一颗啦，没有啦啊，不能吃啦。露露还要不要？露露，阿露还要不要？阿露吃饱了，看到脸也没有关系啊，只是我的头发比较乱，今天有一点热。
看到脸也没关系的，我又不丑，虽然不漂亮，但是也不丑。还吃不吃大理茶花？干、啊。录吧嘞，录吧。宝宝，好了没有了？吃完了？哎，一在，回来。C，对，茶花可能吃饱了，本来想喂罐罐的，算了，罐罐也不喂了。嗯，他吃的太饱了，待会拉肚子。那，好啦，一在。怎么地上那几颗就没有猫吃了呢？一蛋，蛋，蛋了没有？低头，stay，不许动，不听话了。哎，低头，低了没有？等猫吃完了才放它，才解封它。低头，它在偷看猫。哎，低了没有？我叫你低头，它不吃了。OK，去吧。OK。胖成狗了，现在真的是好胖，太胖了，有一点。你咋要减肥了啊？每天吃的东西也不是那么多，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胖，这个狗。确定什么？噜噜，噜噜连狗都不怕，它会怕大头吗？那它现在不是在大头那里吗？我们家的社会猫跟大头的关系都非常的好，嗯，飘飘飘，还有绿茶花花，还有噜噜，他们都跟大头的关系非常的好。我也不知道大头有什么魅力啊，就是成为了他们当中的一个领袖。阿仔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吃完了。对，大头没有出来。啊，你好呀，子轩。那皮好，靠体重，有可能，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身上很，就是很软，然后都被认成了男妈妈。是，他的性格是随和。头哥一看上去就是很可靠的那种感觉哈。确实是这样的。哎呀，我现在还想看一下那个家族，我觉得好可爱。我再看一次好不好？哎，我刚才是开了谁的，我都忘了。哦，小宝的。我好想全部都拆开来，但是我又怕搞花了。这种卡子是不是很容易花啊？滴胶，这种应该是叫滴胶。真的好可爱啊，我有想过要去做这样的绣花片，就是我前两天衣服不是破了洞嘛，买的那个 T 恤质量太差了，我开始以为是猫在我身上扒拉来扒拉去坏的，然后昨天我发现不是的，它自己就坏了，就是那个布料很差，然后我就想着我又很喜欢那件衣服，是白色的衣服印的蓝色的小熊，我就特别喜欢这种花，然后呢它。没想到去问了一下做这种绣花片，他说要十几块钱一个，很小的，2公分乘3公分的，拉倒吧，好贵。那看一下真猫和
说恰子，宝宝，宝宝，哎，你看奶奶呀，哈哈，好，那宝宝来呀，看奶奶呀，小宝，嗯，宝，来呀，嗯，我放在地上啊，让它去捡，哎，不捡了，拿给妈妈。对，给妈妈，给妈妈，谢谢。待会给它咬一口就没有了。好啦，别叫啦。这里是15个图案，为什么有这么多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到时候再把它选出来。啊，不要做那么多，15个的话，买一套真的好贵啊，我觉得。我想看一下那个糖糖，我的好奇心真的很强啊！我要看一下糖糖的，我要把它撕开来看是什么样子。现在有经验了，很会撕，哇，好好看啊！对，牛牛、B B 有，然后还有三顺，所以就比较多了。可能那就要不到时候就只做我们自己家猫的，然后啊，别人的猫或者外面的猫就不做了。真的好好看啊！为什么可以这么好看？哦，我刚才在想，刚才在想提醒我的那个 JAC 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这个2层之间的这个胶啊？还是说卡子的胶？卡子的胶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现在我在想会不会你说的是这个胶，就它会不会中间开？目前看是没有的。捏错了地方，哎，夹在包包上是不是也好看啊？我来试一下啊，夹在包包上，哎，也很可爱，是啥？好可爱呀，可以的，可以夹在包包上。如果是布包，可能就更容易夹了。这个 PVC 的包还是没有那么容易夹。这个包是我比较喜欢用的一个包，因为它防水。飘哥老是在我的包上尿尿，所以现在就用这个防水包。因为做的话会有一点贵，然后我怕卖不掉，我就没有做。夹 头发应该不可以吧？夹头发，我试一下。夹头发我觉得应该不可以，因为它比较小。我试一下。哎，还可以夹头发哦，是真的可以夹。给毛毛夹一下，毛毛夹一下啊！毛毛，你夹你自己的好吧？毛毛，给毛毛夹他自己的，真的可以诶！毛毛，你夹自己的，奶奶给你夹自己的啊！好好玩，是夹出去就不行了。夹出去就有点太可爱了，但是可以用来夹窗帘啊什么的，就是当装饰品的夹，它不是真的可以。只有用在文件上它比较实用，作业本啊、文件啊，还有手账本啊，它就比较实用。我超喜欢文创的东西的，但是文创的东西都是卖不起价格。手欠的来了，他要去搞一下，他要去搞一下乐乐。在家，我撕不开这个胶。阿毛的这个，刚刚还吹牛逼说现在有经验了，
稍等一下啊。这段时间是讲话太多了，一个是直播，然后再加上老是打电话，讲话太多了，所以嗓子有一点费嗓子。毛毛来，奶奶看一下，妈妈看到了没有？这个是你呀，那妈妈，小毛，妈妈，毛毛嘞。哈露露来，露露，那、来加这个，哦，乐乐来，乐乐，乐乐好好笑，乐乐加两个，这里也加一个，阿露以为有吃的，马上来了，来呀、来，给大家看一下嘛，乐乐，乐乐好忙哦，这里加了一个，那、在这里再加一个。好啦，美啦，好美呀、乐乐，好美呀、我的店嘛，我的店叫狸喜猫的小店，现在还没有上架。这些是样品，本来是不应该先这么早透露的，但是我又是一个比较藏不住秘密的人，所以我就会 我就会比较早来透露这个消息。比贴纸实用，对呀、但是比贴纸要贵呀、还没有，上新了我会来讲的。对，现在主要的产品都还没有好，希望在618能赶到618吧。对，包包已经在打样啦，然后鼠标垫已经在重新找厂家打样了，雨伞在打样了，现在就是 一直所有的东西都在打样，T 恤也是在打样，打样完了就没有问题，就可以开始生产了。快 想花钱是吧？有好些粉丝是跟我讲想花钱。你好呀，花千树。很多人发消息给我说什么时候能弄好，我很想花钱。但是我希望就是能够让你觉得值得花钱，所以要花一点心思去做。昨天我跟外婆在讲一个问题，她说。你不应该考虑太多。他说，怎么，就是，比如说你喜欢那个东西，他能看出你花了心思，这种人他才，就是这种消费者他才会珍惜这个东西，就是买回去了，不是像完成一个任务一样去，或者是为了支持你去买，就是人家能用，然后又觉得很值才可以。他说，你不要想着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种心态。所以不要想着所有的人都理解这种心态，只要是有人能够看到，你花的心思，然后认可这种质量就够啦。他说，当一个小众的去销售，我把它放起来啊。我在想茶花这个要是剥了那个胶，肯定很好看，彩色的。毛毛吗？毛毛的辨识度虽然是三顺的，我觉得辨识度很高啊，三顺的，而且这个颜色我很喜欢，QQ 的。那别人在打架，牛牛的辨识度也很高啊，妹妹，我觉得辨识度都很高啊。如果说不太高的，可能是因为乐乐的形象跟其他猫的形象有一点区别，乐乐是有表情的。比如说，其他的猫都是没什么表情的，乐乐有表情，所以你看到乐乐好像有一点，
哦，一下子反应不出来它是水。嗯，然后 BB 不是很那个，不是辨识度不是很高。妹妹辨识度也很高啊，妹妹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三花的眼睛旁边有两条了，折耳的，就是妹妹。它应该是绿色，应该给它戴一顶绿色的帽子。可能是你对其他的小猫咪了解的不多，所以你看到的糖糖和毛毛是你比较了解的小猫咪，你就觉得很像。难道牛牛都不像吗？牛牛很像啊，一看就知道是牛牛啊。谁？小圆吗？我没有想做手机壳，因为会比较麻烦，就是要订很多种款式。做手机壳的话，我应该不会只做一只猫，应该会满印的那种，就是满印的那种。但是我觉得手机壳太麻烦了。是啊，我也觉得都很像。对，小圆很萌，那个表情很像。我觉得画画的好的人，他能干的地方就是会把他的神态啊，然后都画出来。那其实小 BB 我看是很像的，只是因为你们对他不没有太多的了解，所以说觉得不像。BB 也很像，毯子。啊，我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毯子，对，想做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去联系。哦，想等这批做完了以后，因为我们下批是呀，文具周边，但是文具周边的设计会比较复杂。有啦，我们就是有想做那个后锁支架，是吧？后锁支架，我们有其他的图去做。下一次就是这次啊，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啦。然后下一次有毯子，那个毯子很舒服，双面的，但是应该不会做很多，因为蛮贵的，怕别人不买，卖不去，卖不掉。然后还有地毯，Coco 今天已经在设计地毯了。那个毛毡的地毯很漂亮的，非常漂亮。然后还有，还有什么？手机支架会用猫全身的猫去做，到时候再做那个。在这里问这个好像不太好吧？啊，你是 Coco 啊？你为什么说你是可可？不对呀、啊，扇子。扇子也可以。也可以，你说的对，我要写下来。帽子已经在问了，就现在已经拿样了，还没有来等那个样品。哦，你是哈，是就好。猫头抱枕，我考虑来考虑去就没有做抱枕，是因为，我们家的仓库就是没有地方来放这个东西。如果是猫型的抱枕的话，就需要，它充好棉的。如果没有充好棉的话呢，你没有办法回去自己买那个新。如果是方形的抱枕，还可以只做枕套。是夹子，徽章好像没有什么用。我看，那一年去年做的，我也没看大家怎么用。对呀，地下室我没有再用。啊，抱枕套我们会有新的设计，不用这个头的头像。对，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抽象化的猫。对，到时候会给你们看的。九九没有在呢，九九已经领养出去啦，谢谢你左卫门，我是右卫门。哦，现在还没有定，现在还没有定，到时候再说。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去算成本，我不是说我刚刚才拿到嘛，因为打样你不可以用价单价去算的。打个比方，
我打一个 T 恤样，我要先把货款交一半。对呀，然后如果我不做的话，这钱就没有啦。那他是不是要归算到，如果我真的不在这家做，我换一家做，我要把这个成本一起算过去才可以？所以我们不要在这里讨论这个，好不好？我讲太多就，我万一讲出来一个数字，到时候我做不到，对于我来讲是一个信用的问题，大家会很失望的。所以我不想先讲这个，到时候我标价多少钱就标上去就好了。因为我自己都没有去算。对呀，我自己也算不出来它是多少钱，现在我也不知道呀。如果是确定，还有一个说一个，那个的话，如果我要给设计师费用那一部分也没有算进来的，所以说，还无法来预计这些事情。而且也好像不需要在这里交代这些事情。说这个是不太好。对，等到价钱出来了，上架了，你肯定会知道的。还有一个是鼠标垫，鼠标垫，对，鼠标垫可能我会做皮质的，不想做那个布质的啦，因为布质的那个，怎么讲呢？那个印刷的效果不满意。第二个是，对，到时候就上链接就好了。帆布包是吧？这次有两款包包，一款是帆布的，一款是杜邦纸的。我一直都很喜欢杜邦纸的，对，还有雨伞。2026是 Coco，设计师，是就是未来我要合作，跟他合作很久的设计师，也是，就是我的粉丝，粉丝认识的，然后他很了解我们家的猫，所以他画的特别好。那个杜邦纸呢是一个环保材料。杜邦纸就是在它燃烧之后呢，只会剩下二氧化碳。所以我是比较喜欢杜邦纸的材质啊。我手里拿的刚才那个包包就是杜邦纸外面附 PVC 膜的。这个就是杜邦纸，里面是杜邦纸的，外面这个是 PVC。就是我这次做的包是没有要 PVC，只是用了杜邦纸，用的进口的杜邦纸 还有一个大大的帆布包，很简单，很大的帆布包，肩背的，帆布包会一直做的，T 恤会一直做的，每次都会做，就是会做不同的款式设计，然后那个 PP 家是会一直做的。其他东西就看情况。就是常态一定会做这几样东西，就是不管是什么图形都会尝试着去做。对啊，刚才有讲啊，这个注册商标的事情有一点麻烦。因为一个形象就是一笔费用。理查花是狸花猫啊。它不是玳瑁，它是狸花，哦，这个是圆圆，看错了，我还是从手机里面才能看到它。乐乐，乐乐在干嘛？你又想跟露露打架啦？我想要玩这个，妈妈丢啊！班长这段时间好像很忙，我都没怎么看到他。你要买买买。雨伞，我就怕你们海外。哎，班长在呢，我以为班长不在。雨伞，那个橘猫已经领养出去了。哦，帆布包，那就好啊，那就好。帆布包，我们后面会做很多款式的，简单的款式，便宜一点的款式。这样你什么时候想背它都可以，社会化好了已经好了，肯定是好了才能领养出去啊，如果不好就领养不出去了。它很乖的，后来 小黑猫也社会化好了，也已经有家了。
谢谢你们对他的关心，就是最初的社会化的训练，我就猜到你是，你又在乱睡昏睡，跟我一样，我这段时间也是乱睡昏睡。然后有一些人，就是那些厂家跟我联系，他早上给我发消息，我干脆就跟他讲，我说我跟你是有时差的，我说你下午再给我发消息。因为早上我会很忙，哪怕我起得早，我也会很忙，基本上是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，就打扫啊、梳毛啊、喂药啊，然后做一点我自己的事情啊，然后再发邮件啊。我这两天邮件都到晚上才发，我都忘记了，白天都发不完。班长，你知道吗？我洗了那个衣服，然后缩水。所以我现在决定不给那家做了，要换一家。是，倒时差，去你妈妈那里才是正常的时间，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要不很难，他们很难理解，因为我晚上要工作到很晚，一忙起来，晚上就工作到很晚。像今天真的是超级忙的，你问我忙什么，我也说不出来，我就是一直在忙，没有忙完。还有人家本来答应今天要发的邮件，然后我通通跟他们讲，我说我们今天休息，不是工作日，我说周一再给你发，搞得我好像上班的一样，我说今天不是工作日，周一再给你发，就事情很多很多哦，专注不了，你做完这个就到那个，做完这个就到那个。就一直不停的有事，不管你打开哪一个 APP，你都是有事啊。唐爸爸，那没关系啦，聊聊天当休息。我真的是经常是打电话当休息，然后直播当休息，要不然就。也可以这么说吧。其实我也确实需要时间休息。五一我就休息了一天，最后那一天，我看4号、3号还是4号，我休息了一天，就是没有干工作的事情。你也是那个是。我已经跟他们说了，你今天休息，所以没关系。我已经说了，设计师今天休息，周一才上班。班长，你刚才有没有看屁屁家？班长也不知道屁屁家是什么。棒上富婆，棒富婆可以的，放棒富婆是要割蛋蛋的，你怕不怕？阿仔，你告诉他棒上富婆之后有没有后悔？蛋蛋割了没有？嗯，阿仔，蛋蛋呢？阿仔，蛋蛋呢？你只要问他蛋蛋，他就是这个态度。所以你还要不要找？还要不要找富婆？要不要找？再看一下啊，蛋蛋呢？阿仔。吃不吃？好吃。坐好，你先坐好，坐好。没有蛋蛋了，没有蛋蛋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你坐好，C。看妈，看妈，看妈妈，看妈妈。阿仔，蛋蛋呢？帮富婆的那位，你听好了没有？阿仔，蛋蛋。惨不惨？你就说惨不惨？还要不要？还要不要？傍 富婆，傍富婆哪有这么容易啊？这一辈子问他这句话，他都会一直叫了。阿仔，蛋蛋呢？对了，让他不要，
不要想着傍富婆，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，是不是啊？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，都是要付出的，都是要付出的。对呀、啊，下次谁再要说傍富婆，我就把这个录像给你看，打消你的这种念头。对呀、啊，那糖糖后面是大头啊，他一直在睡觉。他一直在睡觉。班长不爱打电话，要不我都吵死他了。真的，我有好多话想要跟他讲，但是他又不要打电话，打字我又不想打，我就想跟他打电话吵死他。糖糖，糖糖可能还在睡觉。我昨天晚上睡得很晚，前天晚上也是睡得很晚，他们的休息都不正常。佢日头根本都唔想喐嗰只，成日都瞓觉，夜晚先至会起身玩啊，搞搞震啊。对，天天坐月子。头哥太懒了，头哥。对了对了，亚运会都不办了，我觉得，因为他在讲，他打的字是广东话，你就会不自觉的就会去跟他讲了，对，他讲的是广东话。如果是美清姐打一个欧告，那我可能又会讲一下欧告，又讲一点台湾话，虽然都讲不好，只是会说而已。我不是广东人，会说一点点。延期亚运会延期，我在想亚重展就没希望了都，一秒都不卡。你肯定是台湾网友，所以说我的粤语很说得很好。哦，原来是外国人不同意闭环吗？就是印度那边哦，亚洲的其他国家对吧？你讲六字环，我不是可以讲？你以为我没得讲啊？昨天我看见有人发了我他妈吃了羊肉包，哇！我天啊，口水全部流出来，非常想吃。会听吗？这个话会听吗？其他话不敢说，柳州话肯定是很，不会停哦，双马尾会停，他打的也是柳州话，我是说，昨天看到有一个人他在发那个吃鸭脚包，吃那个鸭脚包，就柳州的那个鸭脚包很好吃，我看到口水直流，非常的想吃。对呀、啊，我也觉得亚重站基本上是没有希望了。西安话我以前会说一点点，现在不好意思说。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西安的，就是给我做眼镜的那一个。静静，她也是西安的，湖南话嘛，湖南话也是看地方的，湖南话有一些地方的很容易懂，长沙话、常德话，然后，冷水不是那个叫什么？我嫂子他们老家那里，我忘了叫什么地方，冷水滩还是什么？他们的话我都会听。还有湖北话也很容易听，四川话、云南话都很容易听，除了福建话。福建话我只会听粗口，因为看卖鱼哥看多了，会听粗口，其他的不会。四川话和柳州话很像的，桂系的跟云贵川这一系的都话都很像。柳州话跟成都话就很像，咪咪姐吗？我也没有拐啊。浙江，我不会浙江话，会听不会说。
啊，温州话，是，潮州话也是一个村一个村。对，福建话一个村和一个村也不一样的，潮州话也是，无锡话会一点点，会讲你好再见。因为跟上海话很像。对，我不拐猫的，都是猫拐我的。你看，连你们都想来找富婆，是不是啊？猫肯定也想找富婆啊，所以这个不能怪我。双马尾，你还没有夸我柳州话说的好不好呢？潮州话腔调太重，潮州话真的不会听。哎呀，乱讲的，我也不是都能讲好的，就是乱讲的，能听懂就可以了，就本地人能听懂就可以了，可能会有口音呐，或者怎么样。柳州话我是很自信的，我会说的很好，就是一点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口音，就是不会讲那个时尚的话，社会话不会讲，俚语不会讲。我以为你要讲中间那个字，要换个字。最近认识的一个博主唱歌的，他很会，他是柳州的，柳州的。然后他是，我看了他的书，就是当时就是那个阿宝教唱歌。看他唱歌的视频的时候，我还是以为他只是一个会写歌、会教小朋友唱歌的人。但后来看到他的书，我真的很惊讶，因为他是做语言研究的，就是像他说的，我到后来才发现，为什么有一些歌它的传唱率会很高，是因为作词的人真的很厉害，他的每一个字都就是在歌曲里面的发音都是在。这个字的本身的发音上面，就是他在他的书里面说的哦，就所以这样的歌传唱度就很高，因为每个人都能听懂他在唱什么，然后又很上口，就是你不用去拐弯抹角那个音调。我才发现，阿宝唱古诗真的好厉害，原来是有这种研究的，难怪啊，人家是老师，对呀、啊。所以他编的歌都是就是这个字他基本上就是这个字的原调，比如说去哪，他唱出来他就是去哪，他会是原来的这种音调才可以做到一个教学的一种目的，就是教中文的目的。通过唱歌你就会学会这个字怎么去念，我觉得真的好厉害啊！然后我对他的崇敬犹如滔滔江水。一个很好、很优秀的柳州人，双马尾应该去看一下他，你会自豪的。他是柳州人，对对对对对，他原来是在美国，后来又到澳大利亚去了。对对对，就是教国外小朋友中国的文化知识。要不他们在国外虽然会讲，但是他不一定会知道这个字它是什么意思。哎呦，今天聊的是不是有一点郁闷呢？你们想看什么？可以点菜现在。是啊，我也觉得他很棒。他说，我先拿柳州话说一遍。他讲老麦，你认得些歌词没？你认得些话，阿哥帮你编出来。他说这个就是要用柳州话说才有意思啊。他说阿妹，你有没有你自己写的歌词或者是什么？你有的话，阿哥给你编出来，就是把它弄成一首歌给你编出来。哦，好激动啊！然后那天刚好是那个流浪猫全世界的什么流浪猫日关爱流浪猫日。然后我就想着说明年让他帮写一个，就是我们自己来写词，然后让他来写一个这个歌曲，
想买东西，想买野嘞，你在钱都冇定使，他明年真的是可以写一个，对，是，对，就是所以说，我说，我给你看另外一个图，等一下，哎呀，看不了，在电脑里面，待会吧，因为现在在录屏，待会我给你看另外一个改过的，消费快乐，去年前年我说的这个就是我说的话，好想花钱，没有地方花，对，所以乐乐可能要改一下，还有那个耳朵的线条，耳朵的线条要柔和一点点。到时候我跟他讲，我今天还没有去看邮件，说不定他都已经给我发了。双马毕老板，我跟你讲，我超级想吃那个青云小吃街的那个卷粉，还有他家的那个粉饺，那个讲粉饺。粉饺饺子，但是它是软软的皮，它不是那种像饺子那么韧的皮，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讲。哎呀，好想吃那个啊！我现在口水直流。尾巴最长的是九九，第二是露露，哈哈，露露的尾巴很长，九九的尾巴也很长，然后就到小熊，小熊的尾巴很长。可惜这些都是不乖的，它不让量。对呀，哈，我昨天是看到一个热搜嘛，那个热搜是说的柳州除了螺蛳粉还有什么好吃的？其实那里面啊，他介绍了只有那个螺蛳包是真的是比较好吃的，其他的东西真的很一般，那些都不是柳州本地的东西。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卷粉还有粉饺，那个是柳州的东西。还有米粉，柳州的那个米粉、炒粉，还有炖品，还有 一些东西，我也很喜欢卷粉。卷粉最好吃的就是那个酱汁做的好的，然后那个粉真的就很好吃。田园猫是吗？现在也玩困了，也没有再动来动去。没有看到小九九的都挺失望的，但是小九九，让你们失望的原因就是他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家了，已经去了新家，所以是值得开心的事情。对呀，我吃粉我可以吃一辈子，就是不要吃别的东西，光吃粉当主食。米兰，你可以买上次我推荐的那个。罗氏虾我倒没有吃过，那个也不是我们本地的东西啊，没有这个东西啊，我们本地 没有虾，又没有海。柳州的粉跟桂林的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对，我昨天那个热搜还有一个是真的是晚上我会去吃的，以前我不是有发过，晚上去吃豆浆、油条，还有那个。有一点像麻团的东西，它叫油堆，它就跟麻团一样，只不过外面不放芝麻。我不喜欢吃那个有芝麻的。还有油饼，哦，柳州好吃的东西太多啦。炒河粉吗？再推荐一下。哦，江里的可能可以吧？江里的，我不怎么吃那个，不怎么吃，还有那个牛杂锅也好吃。壁虎狗吗？壁虎狗在休息，全部都没有吃过。成都啊，我可能比较。柳州酸，昨天那个也说了，但是他去的那个不是正宗，不是正宗的那种，他去的那个地方是那种人家那种，好像是菜市场卖的那种，没是我们去的那种酸摊啊，没有更正宗。我也没那么子讲，普通话那么子讲啦。
皮过了，已经皮过了，因为乐乐是狗狗的好朋友。那天还跟班长，我有一次跟班长在研究台湾什么好吃的，然后班长给了我一个菜单，然后我就买了一箱，然后到现在都没有来。第一次，然后又到那个谁，露露的妈妈寄来好吃的东西，然后我又给咪咪姐去分享了这个东西怎么好吃，然后咪咪姐很想要，然后他们那里也不可以发。然后那天跟那个，你居然听懂了，你是哪里的？你能听懂？然后就到那天又跟Coco 讲香港好吃的、马来西亚好吃的以及新加坡好吃的，就是明明去不了啊，然后你就喜欢去讲啊，然后就让你很向往，生活总是要有一点盼头的。怎样？你有蛋蛋吗？有啊，那你给我看一下哪里，在哪里？你的蛋蛋在哪里，花花？他说他有。哪啊？那来了，吃了。不上当。肉骨茶我还没有吃过呢，那是什么？樱桃我真的一般般，我比较爱吃枇杷，哎呀，不知道，樱桃我是真的一般般，没有，我那天买了那个我给你看的那些，就是那个巧克力蛋卷，然后还有那个冰淇淋蛋挞，然后就是冰淇淋蛋挞是冰淇淋来的，它不是蛋挞，然后还有那个。那个牛肉，高坑牛肉都没有货 哦，中药炖的是吗？茶花啊，茶花随时都可以摸啊，什么时候都可以摸的，分分钟可以摸，就是费手。那花花来，妈妈摸一下，快点。为什么啊？摸一下，过来。花花。我觉得画画是有一点前途的，但是我的觉得从来就没有准过啊！我的觉得对他的任何觉得都没有成功过，都是错误的。我一度的觉得他很喜欢我，他很爱我，他很需要我，全世界我是最爱他的人。我一直是这么觉得，要不他怎么能来我家呢？是不是啊？米皮配个冰棒。他现在会来蹭我啦！昨天直播的时候，我有给大家看，就是他会来蹭我的腿。比如说我在给他准备吃的东西的时候，他会来蹭我的腿。以前是不会的，他不会碰我的。给干干也没有用，你给他什么都没有用。是呀，他隔着玻璃，他会跟我卖萌，躺在那里要我摸他，云摸他，就是明明摸不到的，但是他很享受躺在那里。他也不跑，就是我隔着玻璃摸他的时候，他还会用头来蹭我。对，不能相信感觉了，千万不能被他萌哒哒的外表迷惑了。进步好多，可是这个进步是2年的时间啊，大哥，小露露，2年，快2年的时间啊，这个不容易的。唉，我已经对他。加香菜，我的天啊，这是什么什么黑料理？对，只有他可以来蹭我，我是不可以的。他要不是颜值那么高的话，可能就原谅不了他了。我觉得，我也是有脾气的，好吗？是啊，太会演了，不是一般的会演。对，花花是让我觉得，就是就他是最好的诠释。你觉得和他觉得，这是两码事。欧高在睡觉了，欧高。欧高爱困。谢谢大家的投喂，谢谢。
早餐开始肉夹馍，你这有点夸张了吧？早上也能吃得下吗？你们本地还有什么好吃的？湖南也有很多好吃的，辣的。长沙臭豆腐。湖北我最爱吃的是豆皮。啊，豆皮很好吃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叫豆皮，它明明是糯米饭。对呀，他要他觉得。三鲜豆皮，你是武汉的，对不对？豆皮好吃，豆皮。我们家今天做了那个红豆粥，昨天我不是里面放了黑米饭嘛，然后很好吃，就有一点香。就有一点像我们去糖水店，那个糖水店叫什么来着？然后他那个洗米露里面加一勺那个黑米的感觉，就很好吃。然后昨天晚上我又换了一种吃法，红豆粥里面淮山红豆粥里面加2勺酒酿，我的天呐，好吃到要飞起来啦！我现在已经胖了，真的。皮蛋米雪披萨，你这个好像有一点黑暗。豆皮是真的好吃诶，豆皮。早餐吃豆皮，喝一碗那个，我不怎么爱吃热干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我觉得热干面硬硬的，我不是那么爱吃。哎呦，我就是馋呀，我也没有很会了。今天一天都在讲吃的啊，今天一天都在讲吃的，都是来的新朋友，都是看懵了已经。啊，对对对，跟馍馍渣渣有一点像，你是广东的。蛋饺也好吃，柳州也有的，甜味圆粉圆披萨，我都没有听过呢。热干面我不可以，其他的都可以。热干面就是那个面有一点硬，我不是很好，很爱吃。花花减肥，花花应该不减肥吧？花花不胖啊，她才8斤。花花变轻了吗？花花，哪里轻了？小宝一直在那里，小宝，宝宝嘞，宝宝，奶奶摸一下，来，来呀，不来。这个架架每天都要去打扫一次，然后上面还是全部是毛。我这个我怎么打扫呢？我的包包里面给你们看，我就是背着这个东西，包包里面有一个东西，这个就每天把这个稍微打湿一下下，然后用来刮，非常的好刮，就放在包包里，去到哪一层楼都刮一下，看到哪里都刮一下，要不掉毛季真的那个毛太狠了。这个是超好用的除毛，比什么都好用，又便宜，几块钱而已。啊，刮痧，给你刮一下。你们也可以买一个，养猫的也可以买一个。你是哪里的？你先告诉我你是哪里的，然后我再告诉你我是哪里的。上班包，对呀。我现在要自己做上班包，不要用人家的。是啊，现在还好啦，没有喵的学校没有住学生，要是有学生的话，我就更累了。哪几只？这个是要看情形的。如果我手里有一包冻干的话，所有的都会听召唤。你哪怕不用叫名字，它也很快就会来。对呀，如果我手里没有吃的，可能只能叫动一两个。啊，乐乐是可以叫动的，乐乐啊，滴来滴。那来了，他还会答应我，不光会来，还要答应我，乐乐啊。乖了，乖了，乖了。乖啦，最乖啦！再来一个啊，尿尿。哎，他在睡觉，他在那里睡觉，应该叫不动他。
哦，那个是露露，尿尿。哦，它在上面睡觉，这下叫不动它了。怎么来了啦？它要跟我说话。在玩鱼，尿尿，圆圆，圆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圆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都不来，对，就能叫出一两个。要是妞妞没有睡觉，妞妞是可以叫来的。小宝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叫来，但是今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。宝宝，爸来吧。来，宝宝来，快点，来，叫不动了，翻车了，冰店吗？没有，我们没有冰店。哦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昨天是谁跟我讲的？就是说，那个鼠标垫可不可以做桌垫？他说，因为有一些人他用不上鼠标。他不用鼠标垫，但是他需要一个桌垫。那我们的那个鼠标垫，它如果是皮质的话呢，确实是可以做桌垫了，还可以做小猫咪用来垫小猫咪的碗的餐垫。它是防水的，可以不掉色，可以擦。对，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，是不是米兰说那个冰垫？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，是不是皮质的就可以有很多用途呢？我现在手里好多样板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处理，好多样板呀！明天发给小哥哥、小姐姐他们用。英镑，你看你二级了吧？英镑早就回家了，英镑在哪里？英镑早就回家了，回自己家了。我好想养一个英镑那样的猫，不喂什么，只喂它很好画。英镑的辨识度很高。啊，对，可以当餐垫、桌垫也可以，还有那个飘窗垫也可以，只不过是它尺寸没有这么大了。当然，如果你们要订大尺寸的话，来一个大单，我也是接的。对呀，是不是啊，Coco？如果有人订个1米乘2米的，我也是接的。班长说什么？桌垫哈。对对对，那就是皮质的，它比较实用。踏雪它都不来，我也想过啊，如果能社会化的话，对不对？也可以考虑一下。可是踏雪都不来啦，它就再也没有来过啦。那个猫妈妈这两天都有来吃饭，腿又好了，然后还有侄子，我又看见侄子了。但是现在又存在一个猫妈妈的问题，就是猫妈妈现在不能抓它，抓了它小猫咪就没有猫管了，所以我又不能下诱捕笼，要等猫妈妈哺乳期过了以后，然后就下诱捕笼，顺便那时候可能也又到了差不多7、8月份了，然后再顺便看能不能抓到侄子，再带去绝育。踏雪，啊，是的，是直播。我发现非大买的任何东西，我们家猫都很喜欢，是真的啊。到现在就是一些旧的东西，包括那个第一个礼物，就是那个小恐龙的猫抓板，到现在破成那个样子了，猫都还是很喜欢。我觉得非大真的好了解猫啊，你是不是猫来的？抓一个猫志嘛，叼一下来做客，对，也是可以的。搞不好就九九可都有可能是他孩子呢 有什么事情？啊？有什么事情？你过来说呀。来这边来说，小宝要去打他了。小宝，哎嘿，又缩回去了。小宝刚才要去打他的，在那里准备。花花可能不认识，那个猫妈看起来年纪不大。
花花，后面的猫我估计它都不认识啦，像踏雪那种它应该都不认识。小胡子就是再也没有来过了，我也不知道它现在去哪里了。小胡子，其实小胡子是真以前如果没有放跑的话，是很有机会领养的。小胡子比所有的流浪猫都要乖。他又来惹小姑娘了，看一下那个剑手欠了。他又来惹小姑娘了，露露啊，来，哼哼唧唧的，小傻逼二代。对，那时候要是他肯进来的话就好了。我那时候是挺想给给糊糊找一个家的。糊糊在医院的时候没有打针，他都让我抱呢，就是没有麻醉，他都让我抱，也有可能。阿撸来了，阿撸在跟小豹在皮，我是看他们要皮什么，因为他刚才哼哼唧唧的，哎嘿，小豹好可爱，吧吧，小宝吗？只是因为他皮了啦，阿卢要动手了，阿卢，嘿嘿，好可爱呀、啊。想走过去拍，但是我过去他肯定会跑。阿卢放弃了，阿卢，我看到一个虫子，你们怎么还不去抓？看到一个苍蝇还是蚊子？弟弟，你去跟小宝玩呀？那妈妈抱好不好？弟弟嘞，弟弟来啦。鼠标垫那种软垫，你说的是布面呢还是皮面呢？我家的猫，哎呦，你真的是，我家有哪个猫没有被它欺负过的？我都说了，它拉了14个仇恨，从猫到狗，没有哪个没有被它不被它欺负过的。有一天呢，直播，不会呀，你看，不服帖吗？反而是布的不服帖吧，超级服帖。我都是用皮的，所以我就想做皮的。我自己没有用过布的，我觉得很舒服啊。这里有一个小猫咪，已经睡死了，要不要趁机摸一下它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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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它睡觉的时候是很凌乱的，它睡醒了抖一下毛就好了，好想梳毛啊！毛毛梳个毛吗？你在闻什么？奶奶看到你这个毛好像打结了，梳一个毛啊！你反正都醒了，反正都醒了就梳一下吧。我看到这里好像打结了。你看是不是？小熊在上面叫，估计要尿我床了。它只要发出这种声音，多半都是要尿床了。就是到了尿床的季节。这里有个什么？还以为是跳蚤，吓我一跳。因为我们家有狗，所以有跳蚤也不稀奇了。就如果驱虫没有驱好的话，因为狗子会每天出去啊，可能会带那个跳蚤的卵回来。如果有跳蚤的话，就可怕了。不过我家都是有准备的，比如说真的临时发现有跳蚤，所有的猫都给它喷一遍那个弗莱恩的喷剂，然后再来，驱虫是每个月都驱的，脖子上。好啦好啦，别舔啦！我现在等到还卡吗？现在还卡吗？他听到那个冻干的声音，又开始叫了。刚才是不是卡了一下？是呀，人出门也会有机会，所以说猫为什么说不出门也要
也要做驱虫，就是这样的原因。他听到那个冻干的声音了，都来了。乐乐，弟弟，你要吃什么？嗯，滴，你那个鼻子上是什么，弟弟？鼻子上有毛，有毛，乐乐。傻乎乎的，傻不愣登的。对呀，乐乐是要怼着脸，他才能看到他帅的，因为他的五官不怼脸的话是看不出来他的五官的。他的鼻子又高又挺，很漂亮，漂亮吗？我们看一下漂不漂亮，是不是个漂亮的宝宝？看这个小鼻子，阿露的鼻子也是又高又挺，乖了，嗯。那、啊、来了，刚才叫你你不来，嗯，露露啊，露露在跟茶花打架，爷爷，爷爷，阿露在楼上跟茶花打架，我希望他下来打，我们可以一起围观。谢谢大家的投喂，谢谢大家的投喂。小猫咪都不在了，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吧，都跑了，已经谢谢 Ivy，已经播不下去了，都跑了。对呀、啊，反猫的联盟现在自己在内战，待会可能要发朋友圈了。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来到直播间，没有关注的朋友记得关注一波。啊，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对视频的支持，然后播放都比以前要好一些啦，然后又在涨粉，真的是很奇迹的在涨粉，一下子涨了快1万粉，好厉害哦，好感动哦。喜欢我们的朋友，除了 B 站以外，还可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、小红书、油管、脸书，都是李奇猫以及西瓜视频，好看视频、腾讯、优酷、爱奇艺视频。都是李子猫。好的，好的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明天早上发录屏，爱你们，拜拜。